2022城市博览会期间，位于基隆国民广场的这12座身形各异的绅士雕像，因为撑着伞拖着行李箱的外形与基隆港湾城市意象意外契合而爆红，成为最多游客拍照打卡的景点。在展期结束时，更引发希望能将雕像长留基隆的呼声。经过基隆市政府与租民美术馆双方多次讨论后，传出好消息，绅士雕像渴望在10月份重返基隆国民广场。市长特别指示，那我们跟著名美术馆来做一个讨论哦，怎么让这个人间系列的绅士呢，能够回到这个国门广场。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跟著名美术馆来做一些商议哈，所以目前呢，合作的方向应该是不仅仅是让这个绅士的雕塑品回到我们的国门广场，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个著名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教育跟美的教育能够延伸，让基隆的小朋友都有机会可以来这个著名美术馆，不仅是参观或者是这个手作的体验哦。所以这个部分呢，相关的合作事项我们正在商议中，那我们目前预定的期程会在10月份能够让这个我们的著名美术馆的这样的这个雕塑来回到我们的国门广场。至于是采取期间限定的展出模式，还是能长久保留，负责与著名美术馆洽谈的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也做出回应。我们之前的合作模式是10天，那这10天是以借展的概念哦，所以我们10天到了以后，这个展是必须要这个回去著名美术馆。那因为这个著名老师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每座的艺术品的这个价值当然是不菲啦哈，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一个最适当的方案，能够让这个绅士呢回到国门广场。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